Hirosaki 是我们住的那个 Zen Hotel 的小帅哥推荐的。对，谁在伊扎卡亚喝这个啊？服务员，然后先给我们上了一份这个咕咕，可能是我吃过最新鲜的炸生蚝。你看里面还有点粉粉嫩嫩的，其实。这是我们的炸咕咕，是炸南瓜。哇，好大！哎，我要拿我这个跟你 fight 斗，我这个更大。哇，他的更大。哇了。